军出击。啊，预习一下，万一中了呢？行，预习一下行。你中了以后，你就一眼就能看着。中了以后就直接就提醒你了，那边，你就直接后台有私信，填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打了我个不灭。谢谢 bo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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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飞机。这怎么还有一个魔法盾呢？这盖伦啊，魔法盾是什么东西啊？来 hit 一下。学个 Q。每次的走位，我们都逼着他，让他补不了刀，知道吧？E 一下，让他被动没有效果。Q 一下，让他砸一下没有关系。我不知道他二级学的是什么。嗯，不太好杀，算了吧，我先去查个眼儿来。没带点盐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。来，银马呀，他没闪了。没事，我不上，我这能上吗？我上我不傻吗？不是，你的血也太少了吧，大哥？你怎么这么点血呀？我先把这盖伦收了吧。你怎么就两管血呀？这盖伦一个传送，我不完了吗？哎呦我靠！我正好 W 差一秒钟了。这波其实我们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把他杀了，但我还是亏了。这没办法，他塔下传送，我一点办法没有。我跑吧，我跑不过他。我在塔下，我 W 没好，死局了这波。将军了。你别走啊！让他走，这个兵推不过去，明白吧？我们就在这控，让他走。在这等一波，那这样算下来，我们其实还是不太亏啊，经验应该差不多。先扣一下。他把 W 放了，可以一直拼。不要看他的血比我们多，我们是征服者，他是不灭，怎么拼我们都是占上风，明白吧？怎么拼我们留技能，他都能打，那都能打得过他。只要是一直拼的这种情况就行。其实这把比较适合那个分离者。
假装打不过他啊。吃药 ，A 点盐转起来 ，A 出再转再吃药。就是一开始你会发现我们的血量没有他多，对吧？那打着打着，他会发现我们的征服者加上我的小饼干血就会比他多。剑圣怎么来的？这么的吧，这把咱来个分离者，出可血战斧不合适，对吧？这把出可血战斧不一定能打得死的盖伦，换一个。这不敢打了，不敢打了，我们就控。我看你打不打，先插个眼儿，防止这个剑圣过来赶客我们。那克鲁你一下。可以打了啊，他这没有技能了，我就上去就追他，直接转让他交闪，大招换闪现合适。没有让他交出来死亡闪现，这波虽然我们没有大了，但是我们有闪现，可以塔下耗一耗他。他把 W 给交了，我感觉能杀。回血，靠！不过我们赚了，没关系。凯旋回血回的也太慢了吧，这回来也不够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万一够了呢？我这12%已损失生命值，还没个100-200滴血了。我好像把他蛤蟆给他抠了呀。我已经分离者了，小老弟，直接打。盖伦的英雄一共就一个技能 W 技能，只要你能把他这个技能给他骗出来，我们就能杀得了他，要不然他有减伤就杀不了。怎么还带传送的呢？
他的回血应该会很快啊。不过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不用管他，我们直接拆塔，他都一点办法没有，都不用管他应该。但是他不让我拆，他不补刀，你知道吧？耶，扣错了这边。塔下一呆，等个点盐吧。这么的，这波我们先吃狗屎，一会儿看能不能把他杀了。我要赶在14分钟之前把这塔拆了，在这等着。二银钻，那应该是拆掉了，除非这波剑圣来换我的事儿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让你们看看我这拆塔的速度。我不知道他旁边有没有人啊，没有人的话他也不好使啊。这有伤害吗？你说你出这破玩意儿了，一身这壳子，一身这护甲，有伤害吗？要杀人呢。这小月啊，我看见了，没关系，死就死了呗，真是不行我们就死了呗，给我杀了他兄弟。可恶可恶的皎月，这个攻击力真的是太二了。我在这儿呢，哎呀给个人头啊，这卢仙应该是个小带，我感觉把峡谷打了啊，我们就打单带就行了。你也是个小带，我不算带。
剑圣打人也不掉血呀。我不算带，我们这种单杀飞客的人打什么都是小带，所以这就不算带了。你干啥呀？这是干啥呀？这呀，这怎么点盐啊？又有个点盐，哎呦我操，你们家点盐是真多呀。我这一看呢，好多点盐。闪现呢？这还闪啥呀？闪现躲他抠啊！哎，死就死了吧，这就不闪了。我失误了，我 E A 抠没出来，我那平 A 要出来，我还能秀一秀，我感觉。我 A 都没 A 出来，我就算了，我就不秀了。把这个卖了，然后我们来一个这把呀，这把魔法伤害有点高啊，这把可能得来一个海克斯影魔刀了。剑圣来了，快放夹，先把剑圣杀了，驾！给口汤喝呀，老哥！饮马，战争之影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没杀你是吧，兄弟？我们这件装备拆塔特别的快， Q 一下就是500， Q 一下就是500，几个人这波，先把塔拔了，没事，他们这波只要这都点不死人，兄弟不应该呀。我寻思只要盖伦没有大，刚才这波咱就能杀。死了！哎呀，这吸血不行啊，这吸血。啊，对，有重伤哈，有一半的重伤，那就没办法，那没吸上来也属于正常现象。把死亡之舞除了，除完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个黑切破败啥的。哎呦我，正常后期是一定得出春哥的啊，春哥越多打得越舒服，容错率高，秒不掉，秒完以后你的手撕给我射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，红惩戒，明白了，那个前面有个挡的那个东西减伤的那东西是红惩戒，我看出来了。